们今天要去做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。紧张死了！我们今天要去做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，这是从来没有做过的。哎，这边呢，走错路了，小姐。哪里？我们要结婚了啊！什么结婚？哎，这个做了就永远不能后悔了哦。对，其实我们你决定好了吗？现在哈，就还没进行下一个步骤。对，今天这个步骤就是要去完成我们的戒指，因为你发现我们求婚的戒指，其实很久以前就打算要纹身戒指刺青样子。纹身，而且这个是我们两个人彼此的第一个纹身。然后纹戒指呢，也是一个非常合理，然后又没有办法后悔的一个事情。但是他们讲纹戒指手指的部分应该很痛。对，然后哦，跟你讲，我们昨天即使去一个很嗨的 party， 我们也打死不喝酒。对，因为他们讲就是要睡够，然后不给喝酒，不然你会痛哦，很暴力。呀，然后呢，我们其实对于这个戒指的形状，其实打算就是一个圈而已啦。可是我们还在想，就是黑色、红色。可是那个等都的媳妇跟我讲，那我还有他的想法，我们大家看他有讲故事。我是想要红色啦，但是媳妇讲黑色比较好。不知道是他个人喜欢黑色还是什么原因，我们大家听他讨论一下。Okay. 因为其实我们得都很多师傅，可是我们这次去是米奇欧，基本上都在那边刺青了。所以我很相信米奇欧，他不会带我们去荷兰的。对对对 ，Let's go。其实当预约好得都的时候，我其实一直在逃避的，就是来 set calendar， 我就是一直忘记我要去得都这件事情，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很怕痛的人。哎，看了吗？现在是空了。啊，你们还记得我妈咪讲怎么被纹得度啊？还有戒指的呗，我们要纹在这里，我要纹啊，要我们很叛逆哦。妈咪说你怎么办啊，越走越靠近啊，我好惊啊。幸好你怕的是得度，不是怕嫁给我。都怕，拜托。嗯，阿冰老师，我怕痛啊，冰不痛。我们讨论需要一点时间啊，刺很快，硬很慢，对，不要紧。反正其实不管什么颜色都很容易掉啊。会不会很像月老？因为这一只，看你。什么叫硬呢？就是画一个图这样啊，就是转硬啊，就是这样子硬那个图，硬那个东西在手上。昨天我们刷锅，我们今天是点度。男左女右，可是你算男生哦。小冰老师，你刺青多久啊？半年吧。哇，半年哦，你看起来跟我们差不多一样大是吗？92。安迪，32楼了喂，这个红色可以吗？有没有歪掉粉上去？是这样，老师你要注意哦，他刚才拖延时间哦。刚刚老师讲给书生先，你先呢？我没有。那我先喽。你应该不会骗我。会，我会骗你。就算痛，我也不会叫出来。哎呀，知道都到你了，没有差了。你如果很痛，我就不要闻。不可能啊。都不可能。你先拿闻呢。快点啦！不要玩了，我买戒指给你。不可以，我不要。我们讲了要做到了，不然你还讲嘞。OK 吗？哟。喂，这不是这样大的，不一样的。其实整段时间你冷过去才5分钟吧。等一下，那个声音。有一个声音可以听不到他的声音，你叫出去。啊，不要，有客人。啊，我叫你先嘞。不可以，你先。你可以的。等一下我叫两班。你就想这个东西，你可以叫，你可以叫没有关系，你守会一条线黑收。你先的嘛，啊，你先的，对啊，真的你先，真的你先，真的你先，你先，先不要逃，快点。发誓我不会，我不会离开。快点。我发誓我不会离开这里。不要，真的，我发誓一脚都不会踏出去。你先，真的，我发誓。我先喽，我天天都换我先。跟你讲啊，其实我也是很紧张。我又不紧张。No， 我没有。你还没擦，是很深的。啊，我加强一点。OK 吗？你不要演耶。我想这个痛是什么痛？这个痛挺……我顶得住的嘛。我见你顶得住，这个痛还好。跟打针一样嘛。你是打针比较痛。喂，不要演的。咦，他很痛嘞，怎么办呢？真的咩？我痛。喂，不要玩了，真的，不要，你不要演了，你不要演了一个可以吗 ？OK， 你帮我录一个。喂，真的吗？有事？真的？啊，一点。让我一个人有眼了吗？试试哦，我可以是可以接受，只是那感觉。可是你不要动啊！我打算不会动，其实是可以接受的。只是它有些部分会很刺一下，你就忍一下啊，就过去了的。结束一圈。啊？
目前这样看是还不错哈哦。什么意思？是结束一圈？就一圈红的哦。所以等下还要在那个伤口上面再刺多一次。是真怕了各位。第二遍。哈哈，各位，结束了，到你了。手抓拳头捏自己就是了，然后你手都不可以动，而且你是右手，应该没有这样痛啦，因为你惯用手嘛。朱生加油！你那个会不会没有了？你看得到吗？用担心哈，担心你自己吧。来，给自己精神打气一下，三二一，加油！手流汗了。OK， 千万不要动。还是你要看？不要看，你要看，我看。看看嘞，啊，痛就啊咬一下手指，咬一下手指。等一下子可以吗？你痛就咬手指吧，换念自己。完蛋了我，我还有一千呢。我都跟你讲，有办法了。在表面了，你一直跟他讲话喽。啊，我跟你讲话。啊？什么？我觉得很痛嘞，痛不痛？我觉得很痛嘞，痛不痛？哎，别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。我觉得很痛。打疼！我觉得姐姐很痛啊。等一下。你要什么东西？我都觉得很痛。痛是正常啊。哦。不出彩问题。我得修。Oh my god！ 为什么我折磨自己 ？OK。等一下，我玩游戏。各位，这一段很好笑，我们先定住。不要假装玩手机，你没办法专心的。哦，很痛哎！等一下。什么？就是嫁给我，砍双掉泪。怎么办哦？冷冷就过去了。我知道嫁给我开心，但是不用哭出来的，幸福的眼泪呀、啊。等一下。哇！天哪！哭了呀！那目前是你们最少数哭的，怎么办？你是紧张是吗？应该是脚，可是也是很痛嘞，还有几拳哦。不要讲了，很快的，你看我要怎么。痛嘞，真的，我是讲真的很痛嘞。等一下，不痛嘞，很痛嘞。但是你痛完、哦、还没什么反应，他就哭了。不然就不可以怎样？捏大腿，捏大腿的。不要。有用吗？别人。哇，这里很痛哎。等一下。怎么办哦。还没有开始啊，我娘吧。这是整个低过头。你要想办法 distract。我 distract 不到。这样你就换别的 distract 了嘛，念自己。我想录影片了，怎么办？你是不是干脆就也买录制相机录制吗？又可以怎么样哦？谢人家。人家很开心，好，隔壁的。OK。那这里很痛哎。咦。我痛不痛？看我，看你。我不要。你等一下。你好，啊！你是你好，那不我哎，他的 idea 是，没有想到真痛。他广播什么？我们以后结婚，我们就得都接手了。OK， 他广播给我了，他的想法来了。你给他一个时间，你让他几秒过去，你给他讲出来。给他点个时间，十秒。热，我现在。咬住，咬手指，咬它，用力咬你的手指，痛吗？哥哥，你有用吗？哎，他自己录了14分钟还没结束耶。哎呀，你经过那边就多久？我也是痛啊，冷过去吧。不痛啊，痛啊！每五秒休息一下，你就去喊倒数五秒，你喊哦，是啊，但是那五秒你都不可以都要给他搞。好慢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啊，这样子很好。5, 4, 3, 2, 1。哦，不错。老师，五秒定力好吗？好哦。来，很好。都不一定笑我的。他不笑你，难道笑我吗？老师准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啊！痛
这边不用叫本人哈。这边痛啊！刚刚这边不痛的嘞。刚刚这边不痛的嘞。刚刚这里可能待过吧。娘。娘。不要我说了，烦死！要结束了，结束了，那请你喝奶茶。姐姐，你可以好好数吧。我好好数呀，怎么还要怕我？你可以让我好好数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啊，还有0.01。来来 ，OK。别忘。久了呗！恭喜我们书生喜提红色戒指一枚，这是用眼泪换来的戒指。这个时候我不会乱讲话，因为他会打我。目前感受如何？目前的感受，你已经选了刺青里面最痛的其中一部位，越靠近骨头越痛。我就不会再刺青。如果不痛的事情 OK？ 不用。嗯，他变得不经一事不长一智，那你很厉害的。我没想你可以答案完。莫，你进步我啊！你承受住很痛的，你看，来，我在哪里？我是谁？所以啊，现在我的老婆呢，就是没办法去拿相机，要帮她拿一下。来，你要讲结尾。其实我没有想到这个 vlog 这样长，我也没有想到，因为他跟我讲5分钟，应该很快。宿舍应该用了20多分钟。总结就是，我真的很痛，我没有话讲。其实你不用讲，大家看那个画面，我觉得很好笑。我要听妈咪的话，妈咪说你不应该听你的话，不要去纹身。给大家看一下。嗯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你这个伤这个美嘞，我觉得，你觉得美啊？帮助哦，这是有眼泪的戒指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的想法会是纹身吗？因为是代表我们彼此双方就是不能做任何离开彼此的事情，就是它是一辈子的事，是要绑住一辈子，都跟你们讲了。虽然讲现在有雷射啦，但就是一个没有办法轻易拿下或轻易不要的东西，懂吗？懂吗？所以不可以做对不起彼此人的事情，这个是一辈子的，像婚姻一样传统。我没有传统哈，传统是戒指，红色的戒指。OK， 开心了啦，开心了，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个痛感了，我现在已经开心了。好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你们笑一次就好，不要一直笑。这是书生有史来最好笑一次，笑一次就好了，拜拜。